韩式 cheese， 韩式 cheese 泡面，然后加一堆火锅料。为什么没有肉？忘记带肉回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厉害哦！你看，这给，这个 cheese， 这个 cheese， 好，快点，你不要烫到我。我要那个。你要哪个？我要这个，哇，我最喜欢的蛋，完全半熟的蛋。看起来不要，看起来像没熟。啊，会破啊？不会啦。啊！你为什么完的？好。吃泡菜锅那很厉害啊！超强啦！那你家四个全部用筷子？对啊。哦，那个韩国泡面。上面铺起司是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？跟那种王品那种一定要韩国泡面，很奇怪哦。把你抹开好了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要买那个韩国的那个器具那种？每次你说那个铜锅是不是？嗯。是很会很有气氛，会，要用锅盖，对，锅盖挡这样子，哎，好像不错哦。那它饭瓦斯煮会不会烧？会不会烧黑啊？饭瓦斯煮可能旁边会不会烧黑啊？那火不能太大了。来，快！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像那个，感觉很像是用那个什么，微。那电磁炉没有啦，那他们应该也是用，也是用那种明火的。来，拿去。他就是问那个，问韩国店老板。对。你妈妈。干嘛？掉。捡起来。我刚刚在家里炸薯条这样吃。从切马铃薯开始。酱油比较健康吗？至少你知道你的薯条是什么吗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薯条是什么？是我知道，我从马铃薯开始洗、切、调味、炸，不是来历不明的薯条。可我觉得你这样外表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像。反正炸起来感觉其实有点像那个气炸锅炸的，那应该是应该是那个凉了，而且因为我还有就是像它外皮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马铃薯这样子，还要加点面粉，再用颗蛋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真的是。战争真的很恐怖，因为战争呢，那个鲑鱼啊，进不来台湾啊，是哦。那个你知道真鲜他停止卖鲑鱼，是哦。那我去真鲜要吃什么？那你就不要去真鲜，因为你最想吃的就是鲑鱼了。那会不会全部的鲑鱼都？因为我们上次去啊海港啊，那个鲑鱼也都涨价。对啊。不一样，因为真鲜的鲑鱼真的是很大量，他们这样卖的话真的是很难卖。那海港的话，他们也就是零售而已啊。不知道啊，之后要看看，因为所以这两天要吃鲑鱼，赶快去买。
去，太好吃了。我是买泡菜泡面口味，然后我自己再加那个泡菜汁下去，所以它才会这样好吃，浓郁。嗯，那你一定要加那个泡菜汁。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吃泡菜锅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店里去吃。因为我想，我今天看到那个 Foodpanda 是Uber Eats，Foodpanda， 他店里员工看到一张单，他说：“哇，天哪，连吃一个礼拜都不会腻。”然后每天叫，每天叫，叫到都已经知道是谁单了。哥哥，因为他上面有注明。他一看到那个著名才知道是他，他点都是泡菜锅，引起我很想要吃泡菜锅的心情。原来是他。发布不友善国家名单，我们也在里面。他们发布不友善国家，已经算很友善了。跟他们不友善吧？哈，是我们才要把它列入不友善国家吧？要搞清楚。情况吗？他知道。然后我真的是觉得，世界上非常多人，就是真的是，因为他这个战争，还蛮多国家的人，抵制，不是，去加入他们的这个打，去加入他们打仗。对，就是各国都有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国是那个韩国，看大家新闻应该有看到，韩国一个 YouTuber， 他就是他自己也是那个特战队的，然后他本身是 YouTuber， 特战队也是 YouTuber， 对，然后他也是参加很多实境节目，然后他们就是。他们会看他那个实境节目，他就是他是长官嘛，他叫大家在抬东西，快点，快一点，你跑得比我奶奶还要慢，就会讲一些很机车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爱看他这样，对，哦，然后他就是他就去参加那个战争。对，他就去帮那个乌克兰去那个，但是其实这个呢，对那个韩国的政府来讲，他其实他不要他去，你知道不然会变成国家之间的问题。他所以他就是他说他活着回来就会，他活着回来的话，他一定会接受处罚，因为他这个处罚不管是官啊，还有他也会是罚钱，差不多罚。一千万，这么贵哦，韩币是不是？一千万，不知道、没多少了，就一千万台币吧。就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罪。是，而且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不是个人问题，他很容易造成就是变成国与国之间的问题。因为他在 po 这条文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乌克兰。他就偷偷已经先过去了。我还希望我还那个战事还结束。好了，我吃饱了。好痒。好痒啊！帮他抓痒，他脚已经过来了。